方响炮，将军。哎，处长真高明，这一步棋就让我给倒棋了，厉害，厉害。那还不是全靠着你吗？要不然的话，怎么会让那王家祥兄弟俩狗咬狗的？不过可惜啊，处长没有亲自看到，王家祥他女朋友被我吓得花容失色了。哦，还有，王东平的臭小子，哎呀，多坏呀，一副英雄救美的样子，演的还跟真的一样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哎，来来来，再摆一摆。嗯，来，那小子、啊、跟他妈妈是一个德行，忘恩负义，是过河拆桥。嗯，不过还多亏了王东平，我们才有这个机会。哎，说的也是，倒是便宜了这小子，让他硬把那女的给抢了过去。可不是嘛。不过王东平今天把这个女的给娶进了门，他们王家的好戏才刚开始。嗯啊，对，只要拆穿王东平的诡计，那还不怕他们王家闹个鸡犬不宁。你若是要来闹代志，麻烦你出去。你若是要来给我祝福的，拜托的，你等明仔坐。我不是要来闹代志，我是要来跟您讲一个秘密。小辉，你敢真心要叫我当兵？这是一个骗局，这是一个圈套。当兵去串通地无爱。跟你到家母院要来抓我，来自从你跟你妈对我的误会，然后才出兵工来保护你。其实，这拢是伊一个人一手安排的呢。家长，你是在胡白讲啥？你真有才情，你竟然会去串通孟庆堂身边的人，跟伊搬这出戏。我唔是咧做大事，也唔是咧做大官，我有遐大个才情，通去联络地无啊？东平，你真正拢无得了，咱是结拜兄弟。你竟然去串通孟庆堂的人来破坏我小辉的感情，你敢会感觉你良心不安？你唔惊让天公你控死？你伫阮家待十几年，用十几年，啊恁嘞？恁妈妈去替孟庆堂做了白啊，用心计甲要害死阮老爸。要想死囡仔，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我后生新妇是双双对对万年富贵，你讲知不知啦？你搁敢讲？恁囝今仔变甲这么浪荡，完全是你一人教出来。若有报应哦，你头一个啦！你快点去啦！爸，你帮帮我救救淑慧好不好？这是个陷阱啊！我无需要你来救我，家祥，我希望你会使了解，选东平是我家己的决定，因为东平比你较了解我，伊会当互我过我想要过的日子。
我无希望看到恁兄弟搁再冤家，嘛无希望恁顶一代冤冤，为着我搁再来提起，安尼我的婚姻会不会幸福嘞？兄，请你原谅。小慧的婚礼，敢若是哥哥甲伊身躯边的这个查某囡仔。拖得更长，甚至拖累别人哎！我不想拖累你，你回去吧。你不会拖累我的，是怕你去自杀。你不会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跟淑慧交往，我就急着想给她一份安定的生活。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爸爸背着一个匪谍的罪名，所以我找不到工作。我不能告诉我爸爸，也不能告诉我的家人，因为我爸爸是被冤枉的，我的家人是无辜的。这十几年来，他们已经够可怜了。我不能再因为我自己的感情，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伤害。我只有装着不在乎，来保护他们，也用来掩饰自己。现在我失去淑慧，我还要面对他，我失去了一切，我还要面对我的爸爸，我的家人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装多久，我还能不在乎多久。那麻烦你转告嘉祥，叫不要太累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孟小姐说，嘉祥今晚留在公司处理业务，不回来了。要是真的没有缘分，另外再找一个就是了，何必这么死心眼呢？妈，哥哥已经足坚强啊，但是妈爱给你一点仔时间来治疗心肝内的痛苦。我知影了，我是想讲，伊一个人，唔知会做出什么想袂开的代志无？无啦，妈，
还跟我孟小姐在陪伊呢。妈，你一定是顶摆让我惊到，即摆想起来，搁会惊到唔对？妈，你放心啦，哥哥是查甫囝呢。人讲吼，这男子汉大丈夫啦，提得起要放得下。过两天应该无代志啊啦。碧春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一切的挫折和苦难，都是我一个人带来的。爸，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！你自己受的苦还不够吗？要怪只能怪孟庆堂了，他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还不够，到现在还处心积虑的想害我们。说到这个我就有气，爸，今天我们应该当场把事情问清楚，看看王东平到底做了什么好事。佳琪，这件事爸爸当然会问清楚，但今天是东平大喜的日子，我们这样逼问他不是为难你叔叔吗？为什么每次都要顾及别人的情分呢？吃亏的都是我们自己。为难的还有淑慧，难道我们要把新过门的媳妇挡在门外逼问东平，这不是很为难淑慧吗？好，那别人都好委屈好可怜，我们就那么伟大，我们一定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吗？佳琪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啦，谁叫我是老师呢？老师就不能乱说话，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就只能说什么礼义廉耻视为八德啦，然后结论是什么以德报怨世界大同，我不说了啦。对，你能找一个老师会当意外的人啊？那无吼，你下下甲伊讲，咱的家世袂紧，甲咱的造物，若讲伊会当接受，才继续交往落去啊。刚刚我要甲伊讲，我是肥弟的查某囝。嘘，较细声啦。你看，咱家己人讲话就要喊尔细。跟我爸爸所许的愿望，甲予咱带来痛苦，是对着咱一世人心。姐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感觉吼，你阿叔真关心你呢。即讲啊，嘛讲阿叔足喜欢你哦。安怎啦？你是感觉阿叔配你袂得过哦？你阿娘吗？敢若我是一个对感情尽心尽力的。那无，你考虑啥？不是考虑，是等待。等啥物？我嘛唔知影，我感觉我对查某人的心已经死了。姐，你嘛莫为着爱情有遮尔啊失志好无？咱家的厄运还未过去，孟庆堂嘛唔肯放咱走，即马佫加一个东平在遐塞路，我足惊细汉时阵迄种厄运佫发生。佳琪。亲像洪寿汉尔高义的人，咱要哪会予伊受着咱的牵连呢？这口王东平吼，伫咱家哦，袂输你饲出你个阿母啦。启明，不管秋娥过去如何出卖我们王家，我都不跟他计较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确也连累你们了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政府已经还我一个清白了。如果今天东平还在勾结孟庆堂的余孽，对家乡做出这么狠毒的事，那就太不应该了。大哥，您教训的是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问清楚，一定会问清楚。其实我也不是要兴师问罪，
更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让你们父子闹得不愉快。大哥，您放心，我们父子也没有几时愉快过。他要是真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该轰的时候我绝对会把他轰出去。启明，其实我是希望我们王家能够完完全全脱离那种被冤枉被迫害的日子，因为我已经受够了，也怕透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再窝囊再没有出息，我也不会让我老婆儿子做出对不起你们的事情。你想干嘛？把你老婆儿子杀了是不是？亲人一定能斗阵，到时阵吃亏的是家己。免你烦恼啦，嫁好衰啊！妈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啊，若讲到孟庆堂伊个头脑，要害恁一家搞造一扎个嘟嘟个，若是要害我放我当兵哦，伊较早肯靠后面的啦。你是卖了讲我是小人哦，我是袂当安尼和恁乌白的哇哈。黄东平，你本来就是小人。佳琪，妈。你让嘉谦骂下去，王东明这个人是不知羞耻，他更不怕人家骂的。我们骂他，这事情还有个是非；我们不骂他，他反而理直气壮，好像变成我们的错一样。阿妈，你写的真好，饲个这两个查某囝，又搁水，又搁外骂人，又搁欠卡。家在哦，家在消费无过来恁这口罩，无敢一日到暗叫这两个小姑干那哭到哭到死。王东平，佳琪，两个够了。哦，难道吼，嫁一个新妇真正嫁足劳累的呢？东平啊，咱较歹势啦。啊，你毋是定骂我酒空，啊，我可能真正是哦，酒啉较济，啊，较欠出口啦。是的啦，吼，是的。袂啦，阿摆酒啉较少。不要把我抓下去，这样快要紧，这样我就阿弥陀佛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小慧，是的啦齁。什么啦小慧啊？什么啦？我跟你说齁，那位小慧齁，现在是东平的妹，啊你就要叫她大嫂，叫啊。是的，是的啦齁。我很想到东平，我拜。昨晚吼，加班加伤济，啊公司逐工做啊三更半暝吼，我想讲暂时要来搬公司住。公司敢有所在互你住？有啊，公司的值班室哦，后灶卡，啊后一间啊，要住啊外宿舍。那宿舍
再赔。哦，啊，无无赔，卖咋？妈，啊，即摆公司哦有较趁钱啦，啊，佫欠一副你的位呢，啊，我若较拼哦，我才有机会。大兄，那你要保重，眼泪坏身体了。会了会了，我自己会照顾自己。是离开厝内，对伊来讲是较好。啊，不过我拢烦恼，伊敢会阁倒来一间厝？不管安怎讲，淑惠是伊心内永远的疼。是啦，淑惠啊，那我吼，甲阮大伯啊，迄口罩是无同款啦。因吼，新妇若要娶入门吼，小姑就替因大家吼咧驾驶好好啦。啊，那我吼，我无同呢，我听新妇，敢若听查某囝嘞呢？对啦。恁两个，敢是准备要去另外旅行？欸，我是打算要带淑惠吼，来去乌兰比啦、溪头啦、台东啊、花莲啊，四界踅踅，然后搁开一下眼界。哦，安尼，唔着算环岛旅行咯？当然咯，环岛迄种蜜月旅行，无出国已经算袂歹啊。东平啊，啊是讲吼，你若是做大头家了后吼，莫讲是带淑惠啊吼去环岛旅行啦，就是讲带去全世界安尼绕绕的吼，嘛无要紧啊。小慧啊，进去内底穿衫，阿堂我甲东平啊两个去佚佗，嘿。哎，对。无啦，妈，无这代志。哎呦，妈甲你讲过啊，你去内底穿衫，啊，进去佚佗啊。对啦对啦，好难好难啦，那太难啦，行，我有代志要讲。东平啊，你来一下。哎，小慧，先去房间等，去啦，去啦，叫我负责啦，你滴，我滴啊。恁母啊，饲你甲这大汉，你都唔捌讲要带我去倒位啊佚佗？安怎？我一个带来，要带去蜜月旅行？当然咯，得蜜月旅行反倒伊总共啥啦？哼，蜜月旅行你也敢害我一钱，你知？我知啦，但无出国你是咧紧张啥？无啊，迄个王议员是真是要我做大头家哈？讲较细声，去敌人的财产嘛少加省一下，偷紧紧，等下人惊着变咯。什么偷紧紧？这计生本底就是爱嫁过来，哎，不是你母在烧炭的。你嘛是有两家好。哼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母啊，这世人吃穿拢靠你哦，你是莫甲我计靠靠哦，哎，无要无紧哦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我知。知，知个大长啊，少等嘞。他是要安怎？安怎？够好打呢，敢叫我内伤？哼，你内啊？我内着我内啊。玉慈，店头忙的话，烧饭洗衣的事儿，就让阿蕊去做吧。也没什么好忙的。风声饭店就这么萧条下去，以前进进出出的客人，一刻都没间断过。现在，哎，店头真没什么好忙的了。生意待年好啊，
我们一家人有时间在一起聚一聚，哪像从前，你忙着做生意，我要忙着照顾小孩，从早到晚，从年头到年尾，哪里能这么闲着？其实我宁可自个儿忙，自个儿累，只要孩子们过得好些。是我害了家乡失去淑慧，他那天走的时候还强颜欢笑，难道我真的看不出他心里面的苦吗？这是缘分，不能怪谁。淑慧现在日子过得很好，家乡心里面也应该好过一点。刚才我在门口看到他们欢欢喜喜的去度蜜月，今天早上看到东平在晾衣服呢。这样的结果对家祥也许有点遗憾，可是对大家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让时间去抚平这遗憾吧。家了家了，来，王贝贝，这个人啊，说要找一个叫王清白的人。他是阿海啊。阿海，你就是阿海。你俩，我是阿海啊。我们老爸要过生的时候又跟我讲，讲阮某吼是对一个叫做王清白人走的，啊，我过四个月探听，啊，问到较早伫个阮隔壁一个王陈警员，伊才讲吼，迄王清白是台北芳村大饭店的头家啊。老师啊，老师，你看我菜拢买转啊，阿姨啊，是要煮几人份的饭？放下。阿瑞啊，你袂认得我？我阿海啊。阿海啊，阿瑞啊，我找着你啊。就是咱的查某囝。是啊，伊就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伊叫做海月啊。海月，海月，海月，伊叫做海月啊。当初哦，就是因为你伫个讨海来的时阵，啊去伫个海顶哦，拄到风景全无消息，我唔知，甲号做海月。海顶的月亮，希望讲你会当看到。今日平安回来，总算你平安回来。海月，海月啊，伊到底是，就是你亲生的爸爸，竟然，竟然叫爸爸，伊，伊不是妈妈，伊才是妈妈。海月，海月，你听我讲，伊就是你亲生的爸爸。就是因为伊去讨海掠鱼，啊，伫个海顶拄到风影，全拢无消息。你出事了后，恁阿公要阁甲你抱去未？我唔知甲王大哥，就是你即摆王爸爸，我唔知叫伊甲我办结婚。哎，伊就是你亲生的爸爸啦。咱等十几年吼，就是要等你回来。进来，紧叫爸爸，进来啊，紧甲叫爸爸。你人都回来了，海月认祖归宗的是迟早的事儿。你放心，我回去劝劝他。情绪稳定点了吗？稳定多了，但是他还一时无法接受阿海是他亲生爸爸。爸，这是你的茶。哎呦！这声好啊啦，人亲门大户吼来咧找我啊啦。
你也来的时阵哦，我有跟你讲过啊，甘愿嫁予大厂卖菜，嘛不爱跟人公家红菜。啊，唔对唔对唔对、啊，大哥啊，即马就是爱讲吼，甘愿千辛万苦，嘛不爱跟人公家无。哦，不够不够，这种代志吼，讲三暝三日我都讲不完啦。秋木，啊你今日都讲到这煞好不？大嫂，我是为了你的幸福设想的，我是为你好的，不然会多讲几句啊。啊，你爱甲大哥讲啊，那阿瑞安翁吼已经倒来咧找某啊，啊嫁自某害人啦，莫安尼搁咱讲高高甜啦。冯文甲阿瑞本来就唔像阿某啊，伊是是我知啦，这是命运的喜人啦。啊，伊吼为了要报答伊的温情，我那这种白贼话吼，是干那伊讲会出来尔啦。啊，你遐坐，你遐坐，我来讲啦。大哥啊，啊，较早阿瑞因翁无伫的时吼，你甲照顾是应该啦。到即摆因翁已经转来呢，你阁继续甲照顾吼，是用讲闲话话呢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受不了你这长城妇哎！全世界最肮脏的想法都长在你的脑袋里，最恶毒的话都从你的嘴巴里面吐出来。佳琪，不，让佳琪骂下去。如果连一个老师都没办法教训这种人，还有谁能教训他？爸，我真的可以骂他哦！继续骂下去！你这个臭三八、臭鸡蛋、臭鸭子！你的存在是我们大家的悲哀，世界的不幸啊！你要是有点良心的话，你趁早改过，我会祈祷上天保佑你的。啊哈！你都卖的，你放狗咬人哦！也教训得好啊，只是稍微温柔了点。好，你怎么让他骂人呢？妈，爸说的对啊，这个乱世啊就要用重点，我骂得不够重。好了，佳倩，我们都领教过你的重点了，现在该是时候展现你当老师哄人说好话的时候了。什么？你要我去哄那个三八婆？我不要。不是啦，是海月。海月，十几年，我逐工都伫咧想，想讲唔知会当转到恁团里，但我即个人转来伫咧遮，海月煞无要认我这个老爸。哎啦，会啦，海月甲你相认，可能是即马安尼，雄雄伊袂惯势啦。阿瑞啊，咱转来去啊无？咱转来下港。咱离开这，离开这个环境，安海月伊就惯势啊，吼，咱回来好，吼。美女，美女，阿瑞，美女，阿瑞，是哪边的？有人来干你啊？那你喘是咧讲啥啦？我把你离开这里，我把你离开这，我把你。阿瑞啊，你哪会让你离开这？我千辛万苦，倒转来找你，就是要找你倒转去。拜托，阿瑞啊，你跟我回去好不？你跟我回去。你莫逼我。你跟我回去。你莫问我。阿瑞啊，阿瑞啊，咱回来。莫逼我。咱回来一个。阿瑞啊，咱回来。你莫问我，为什么弄这？你莫问我，莫问我，莫问我。阿瑞啊，我安尼好做你便利哦。你是在害怕报失望的？你讲，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付我的事情？你讲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阿海，你冷静点，你怎么还带那三个星星？阿烈，你跟我清楚，你讲，你跟我清楚啊！你冷静点，听我说，阿瑞他不能再受刺激了。行了，医生不用起劲，你讲啊！听我说，阿瑞他都是因为受我的牵累，被亲戚单位整，有好长一段时间都需要我陪着他，直到我带他到这个冯村饭店之后，他才逐渐的适应，慢慢的好转。今天你突然要带他走，他当然会害怕了。阿丽，听一下，只是不能再受刺激了。那变干了呀？
代志奈变甲安尼啦？啊，我都是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，你敢对不起？阿哪来讲？你都是厉害哦，是厉害哦，一定是厉害啦！你唔通怪洪文，那不是洪文，害我早都给恁老爸袂去给人做新妇啊！恁丈人过身，嘛是洪文开台呢。不过，这十几年来，阿瑞因母仔囝的生活，嘛拢是洪文赚回家，赚回穿的。伊做到安尼啊，干嘛阁无搞笑？这十几年来，我的家庭失去洪文的支持，过了非常的艰苦。阮全家伙仔的幸福，都摕去照顾阿瑞母仔囝，安尼，干嘛阁无够？碧纯，这一切拢是命，若要怪，都要怪孟清堂，迄、那个无天良的情绪。你知影无？一个做爸爸的人，陪到家己查某囝相认，是我尔痛苦、我尔伤心的代志。姐，你敢会讲这伊听无啦？快点来，来坐遮。来，小姐姐问你哈，你甲爸爸住伫庄卡的时阵，爸爸敢有甲你讲，伊伫台北有某、有囝，还佫有查某囝？有啊，阿姨敢有甲你讲，伊足想要倒转来。有。啊，毋过伊袂当倒转来，你敢知影是为虾米？有怕要掠伊啊。对。啊，毋过伊捌倒来一摆哦，就是嘉祥哥哥被警察掠去的迄摆。伊敢倒来一下啊，哥哥赶紧转去。伊转去了后，伊敢毋安怎？就伤心的。啊，搁有嘞，规工拢唔讲话啊！你看到爸爸安尼，你敢会替伊艰苦？会。海月，你嘛有一个爸爸，伊一定袂当转来看你，你敢知影是为虾米？因为你的爸爸被风台吹去真远真远的所在，袂当倒转来，所以。伊伫真远真远的所在打拼赚钱，真无简单。伊欠钱要转来看你，你阁毋知影走去倒去。伊开足侪时间来找你，你知影无？伊遮尔辛苦，你敢知影是啥物原因？就是为着伊想要甲你，阁有恁妈妈团圆，想要甲恁大做伙，就亲像阮爸爸共款。等来跟大姐姐、小姐姐大做伙是同款的，对不对？假使讲，恁若袂叫伊爸爸，袂甲伊转去，伊就会甲阮爸爸以前同款，会做伤心，不爱食饭，也无想要做工课。伊是我的爸爸哦。对啊，伊就是你的爸爸。你甲阮同款，拢有一个离开足久足久的爸爸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
我无恙啦。咋是在做位？嘿啊，我困一下精神哦，都无看人啊啦。等，嗨啊，等。阿瑞啊，你等下哦，我惊一个，惊一个怎走去啊啦？阿瑞啊。